得咯。第五场系四五班跑千六米，出奇制胜。咁近几场成绩非常之好嘅。一马都靓 ，keep 到啊！潮州冇事啦，好啦，食住个势啊！头先连嗰啲战无不胜都涌上嚟，喺威尔士啊，系短啲啫，战无不胜啊！请各位注意，喺澳门第五场三号马出奇制胜，金牙石力，以及十一号马英记之友，张国飞一百一十六磅，八号马百士利，张国飞一百，用翻史文乐啊，金牙石力。豪京湾好啦，有啲马就过磅，好啦，有马睇。一号马进高，二宝哥又系进高配个蔡二五宝。不过呢只马唔系咁易骑咯，就讲真系。而家唔系就话配个蔡二五宝嗰下就，即系唔系下下都减磅得噶喎，真系有时。千六啊，佢照佢可以试下用均速跑嘅，睇下佢系咪咁跑咯。跑就爬噶啦，二宝哥。如果佢用均速跑咧，就会好跑啲。但佢一落呢个平均就输个油就带翻嚟赢啊！系噶，所以话二号马潮人，潮人马都好嘅，但系睇完嗰课神操，我同阿石就二友同星都麻麻咁啦，有瑕疵啊嘛。咪觉得佢嗰课比落去只马个反应，哦，好似系立少少咁。一睇完咁就唔多中飞咗佢，系啊！我都话我事前我度马，我都度咗佢，反为唔度出奇制胜。但你睇翻头先出奇制胜嗰课集就好，即系嗰课神操靓好多。好啦，睇下十一英记之友，佢课弹集都唔错噶，不过真系佢低少少。十一号马英记之友就低啲，佢弹嗰课集都靓噶。我集弹得几靓噶，只马都英记之友啊，讲下就系、是、用得尽啲咯，就话都出一对嘅喎，谭文就马房咁长，咁七号啦，神圣之星，松松再出嘅，初跑呢个路程，不过上一场。跑40分顶嘅赛事真系输得好差喎，即系跑第九名输13个马位。最好嗰段已经系用晒，我觉得睇个，即系前一场啊，跑同埋即系嗰场我哋就话不足为惧嘅第二嚟噶嘛，所以跟住再跑一塌糊涂，好似就仲跑翻系之前嘅水准添，觉得佢系无厘头有一场唔知点解跑得咁好。刘邝嗱，后上啊，呢只后上马状态都靓噶。呢两只计呢只，我中意呢只添啊，真系。啊，呢只唔好睇少佢呢只。同埋啊，史慧欣熟手技工嚟噶，佢身客转骑呢只都喺度啊。佢骑啲后上马啱晒啦。呢只上次跑完之后个功夫冇停过噶。佢骑呢只马以往赢咗两圈，知道晒啲性能。出奇制胜。知道发力。马亦都系差唔多噶啦，出奇制胜。但系难得个状态仍然 keep 得几好。兼且继续轻磅啊！系啊，今次你系咩一一四啊，真系有得争啦吓，即系叫做出奇制胜。忽然间睇到场油马好，担心未上嚟添。系嘛？睇只百士利啦，唔系牛河，系马河。最近都好似超运动，连续输三场都十个马位开外，系咯，唔系牛河。呢马又系贯注力未够啊，咁睇上一路都试佢用跑均速去跑。百士利啊，只马就
等我念翻先。啱啱上个礼拜先跑完啫，一个礼拜变唔得咩出样。睇下呢只啦，系咯，潮州冇事，今次系换人嘅。上次系冼文乐翻嚟跑第四，今次用到西澳。上次跟住输多制，真系都唔识讲，冇口啊！上一次只马，俾啲沙打就冇晒哦。咁但系佢入嚟直路有噶喎，都唔系好啊。系啊，但系起码佢系有，佢唔系软脚蟹啊嘛。即系唔系一吞吞晒落去咁就？最惨就系终点前先有，先翻上嚟咯。有人嚟啊，又有人嚟啊，就今日马房有势啊，配合晒啊，可能系啊，又唔同啊。而家四倍半，有飞啊！以佢初出嗰场咁，佢都好分啦、啊。不过输过俾只虎威行动咧，我谂佢都唔会话好高啩。咁啊，赵庆嗰度赛，你觉得佢会好高咩？嗰啲赵庆就赵庆，但系有时都不足为惧嘅，有啲嘢系咪先？佢始终都系三岁啊，咁应该都会有进步嘅。系咯，因为嗰只都系四五班等嚟嘅啫嘛。等啊？唔系佢嗰场，我哋仲话佢虎威行动，第一佢系偷鸡啊，第二佢出闸。是一路在我哋面前到转弯，佢都甩脚蹬噶嘛。哇！孖宝安慰奖冇人中、哦，反而安慰奖冇人中。孖宝梗系啦，样都好难拣嘅。头先嗰场马拉嗰只三号边人买啊？因为佢嗰场即系如果咁计法，我哋仲话下一次一定赢虎威行动，结果真系赢虎威行动啊！不过跑第四啊，佢。啊！真系攞命，唔系啊！你同啲咁低分嘅马嚟玩，咁你话你话下次一定赢同合金，咁又唔同噶嘛？咁你只马高好多啊嘛？你话赢虎威行动，你两个靓仔玩泥沙，咪就系激死咯，咪就系激死，都系泥沙嚟嘅啫，咁啫嘛。唔系佢，即系如果你睇佢嗰场唔系咁样甩脚蹬，佢啊应该赢咗翻嚟。咪先睇第八场嘅马拉赛事派彩。跑第一名就一号嘅九五火箭啊，独人49.5，位置17蚊。第二名就三号嘅样样都行，位置78.5，第三名11号嘅攻其不备，位置20.05，连赢派2104蚊，三重彩。哇，睇睇先啊，29,419蚊，唉，啲阴影啊飞嚟飞去睇到。13，哇，仲跌啊，位置叫2625.5啊，惨啊惨啊惨。1搭11.72.5啊，3搭11.545.5，好翻个正 Q 啊。哇！佢一嗰72.5送嘅啫喎。嗱，三一俾你收晒2848.5。哇！真系呢啲又估唔到啦。嗯、啊，好啦，啲马陆续出去跑道啦，见到出奇威胜，减码，谁啊？上嚟咁鬼顺，爆抗啊四，我要六，今晚食，今晚食力，潮州啦，梗系都仲使谂。四五六，三个位暂时拣咗。十啊！要买只豪京湾4560，系我哋第五场嘅介绍。都系担心啫，一十一档跟唔跟到埋嚟咧？要抢就都要有啲好嘅际遇啊！真系唔系成日骑圣雅各噶嘛？系嘛？咁啊系啊，咁鬼好际遇嘅。几好跑啊，圣雅各！嗯，唔系长咗都嗰只落嚟，真系。喂，飞下飞下咁就得啦今日又出嚟讲下讲下圣雅各。圣雅各赢咗两场冇噶啦，冇啦。要改圣方济国先有得最后赢噶啦，大佬，你真系。圣方济国咪咯，都仲改到四个字啊！得、啊，你唔知四个字咪得系啊。好啦，镜头影住只六号马金牙食李，用翻赢马配搭冼文乐嘅，兼且查翻今季骑练嗰个合作成绩系非常之好。不过佢就
好少揀錯馬嘅。頭先雖然話係咪揀錯呢，咁樣嗰隻豪江飛鷹佢都跑返個第四㗎嘛，係咪？係啊，我返嚟同你影相嘅，輸鬼咗俾你啊。好近啊，你整睇佢同一三嗰啲啊係齊近㗎。即係三四名係好近嘅。好近。仲有三分鐘時間，咁大熱門咧係五號馬潮州武士，31蚊嘅獨贏啊！次熱門咧就係三號馬出奇制勝，40蚊嘅獨贏。咁大位置係三號馬出奇制勝，16蚊起步到21蚊。咁另外有出奇制勝啊，真係幾靚嘅狀態 ，keep 到啦係。咁另外有飛嘅馬就6號馬金馬食力啦，54蚊嘅獨贏。喂，再落嚟啊！十号马豪京湾62蚊嘅独赢嘅。不过豪京湾真系暗盘马嚟，呢啲马真系睇佢慢慢慢慢翻嚟。计马有啲料到嘅呢只。十号而家去到5倍嘅啫喎。但会唔会成段出击啦？系嘛？真咁多马咩都飞。只要佢搏杀啦，最好呢啲咁嘅时机嘅，咁啊当然啦，对手好强，搏猛咁又要睇你争唔争气啦，呢样嘢系咪啊？唔系几多倍都冇用噶，你自己唔争气就乱一竞胜啦，16倍而家，乜真系靓喎，金马食力噶嘛，系啊，而家就5倍，赔率就第三热门嚟嘅。梗系好惊佢爆冷噶啦，有啲唔无厘头嘅走出嚟。百事利，照佢唔会呢只啊？呢只诶，睇个样又唔似嘅，睇唔出啦咁就。嗯。好啦，我哋就话呢只啦，豪京湾啊，最近几场就近咗噶啦，留唔留得翻啦？系咯。但佢而家得5倍喎，即係有心难得两起，佢唔係冷喎，唔应该冷。呢啲都落緊飛㗎喎，即係9号都咪即係潮人啊，潮人啊。啊潮人都落緊啲飛㗎喎。即係有啲冷马呢，譬如好似咩呢嗰啲，即係今日嗰个局呢开到呢度呢，可能係开呢啲咁嘅联一竞胜㗎咁。咁就记住。间一场咁样㗎嗰啲呢，即係你估唔到㗎嘛。咁就记啦。啊，佢沙地又跑得少。咁又冇，系咪真系完全唔得咧？咁样，嗰啲最鬼难估就系呢啲咁嘅马。但呢场就好多马拣啦，即系呢。系啊，好多马拣。变咗你估，你唔会再去度啲事前，即系事前谂住系都冇乜机会噶啦啩咁啊。系咯，入直路佢喺前边喎，咁咪放下，咁你就真系，唉，即系你就知道咧断紧噶啦，嗰啲飞又抌紧。即系买你又唔会买嘅，即唔识买佢嘛，亦都冇咁多时间度佢。佢又唔使好多噶，佢有只咁走又嚟咧，你已经乱晒阵脚噶啦。系咯，依家呢场真系几紧凑。好啦，蓝灯着咗好耐啦，随时入闸噶啦，等等啦。即系头先第四场咁样，任个点样拖啊？你再俾我买过都系中脚嘅啫，最叻啊！即系点样拖来拖去，咁都系拖唔动。因为你净系。庄建设嗰对你都已经红灯亮起啦，好啦，你啦，啲胆咧一唔喺度就冇晒噶啦。要得做马胆就梗系要揸住噶啦，如果嗰只马胆唔入围，就一定系冇噶啦吓。好啦，睇下呢只金牙食力系点样啦。第一隻可以上去入閘先，因為佢都曾經試過呢，入閘都有少少問題嘅，搞過一大輪，一企定喺度呢就唔好啦，一定要玩嗰隻馬，等佢褪下褪下，佢又唔敢褪啦，佢又要向前行㗎啦，咁樣啲馬就係咁，大家要鬥智，鬥智鬥力。其实呢个力就唔大嘅，不过你起脚呢我就踢我唔甩咁，硬系呢就
就等佢觉得有啲嘢棘住佢后面，咁等佢行多两步就搞掂啦，冚埋个闸箱 ，OK 啦，入咗闸啦，好啦，咁啊搵人帮手啊喺后面，唔好唔理佢啊。咁有个工作人员咧企咗喺上面个闸嗰度噶啦，好啦，咁啊跟住边只开锁入闸，睇下进高又唔系喎，睇个样就唔似啦吓，系咪百事利咧咁样？抑或神圣之星啊？百事利行埋先，好啦，由一档开始入起，百事利搞掂咗噶啦。咁又到边只咧？咁样啦，好啦，九号啦，连一竞升，真系好似猜情寻咁样嘅喺度。白玉区，潮州冇事。白玉康就入咗啦，咁啊英杰之友后边再兜下圈添，而家啊搞紧只神圣之星，神圣之星搞掂，仲有五只喺后边。出奇制胜又走咗去行圈，英记之友系咪行埋嚟呢？咁样，豪京湾啊，又准备入闸啦。豪京湾、英记之友一齐行埋去，英记之友入咗，豪京湾未入到。喷翻两步，潮人就入啦，剩翻两只，进高出奇制胜，进高入先，最外档个进高喺出奇制胜，最尾入闸，入咗闸啲马咧都几乖嘅。冇咩马喺里面跳啊！好啦，出奇制胜都搞掂埋啦，所有马匹入齐集第五场赛事，四五班嚟嘅跑呢个千六米，准备啦，黄旗举高，准备。市民落嗰只喜琴咁企下起下咁啊，成只马坐后咗。好啦，一跳跳出嚟呢就较为慢咗少少，见到金牙石嚟啊。喺前面到潮人啊折咁就出咗嚟喇喎，咁守住第二位嘅呢就啲潮州武士啊，外面骑几步嘅神圣之星呢嗱嗱声抢上嚟喎。喺内档拍住呢就有只百事利啊，咁后啲先见到就豪京湾。咁然后呢先见到联一竞胜啊，嗰啲中间係出奇制胜。咁波波地出去嘅呢嗰只豪京湾呢飞飞地喎。咁出面呢仲有隻呢进高嚟嘅飞出去大外栏。咁后啲嘅马呢见到喺尾耳嗰啲就金牙食力呢上返嚟多少呢。咁暂时包尾嗰隻呢就白玉康嚟㗎。去到对面一千米段柱嘅时候喺前面度放头啊，百事利呢放嚟大概係一条颈位左右啊。守住第二位嘅呢就呢潮州武士啦。咁本个马位外面跟住就潮人啊，然后呢喺内档拍住嘅呢就联一竞胜。中间嘅呢出奇制胜，咁外面嘅呢先见到神圣之星啊，后啲呢就豪京湾呢出面呢进高，金牙食力呢而家拉出去外档嗰度，咁拍住嘅白玉矿呢一齐上緊，包咗尾嘅呢就喺内档嘅英记之友啊，转緊弯呢成闸啊。
大概四个马位左右咧，就转紧呢个弯咧入嚟直路噶啦。喺前面度放头嘅咧，潮州冇事啊，喺呢度再养两养啊，又唔怕俾人摔住啊，走得几鬼好啊！喺中间一支支咗出嚟噶啦，出奇制胜啊，进上嚟呢个第二位。睇下后边仲有咩马先？见到咧冲得劲啲嘅咧，有啲豪京湾啊嗰啲啊，同埋咧又英记之友啊。前面咧潮州冇事应该赢噶啦，直带翻嚟终点潮州冇事五点二。第二名嘅咧就系出奇制胜，第三名豪京湾，第四名啊，我哋后边上嚟先系金牙势力，收姜赢马啦，斩斩下叫大热门赢马，哇咁啊马数你马三场啦，三元及底系啦，咁啊五啊五点二啊，边啊两倍半系啦，三打五嘅连赢位就系、是、哇大热斩斩下啦，十倍，大热边 Q 又系十倍，喂今日马数你马防精神啊，真系。赢开就赢啦！上次一动冇咗，而家两倍半就补数啦。系啦，闪文落一动，今场补数啦，真系两倍半。咁佢冇俾人摔住啊，冇跟人攞油啊，好顺畅啊！一路喺外档沙都冇食粒。咁咪就话上次都唔知跑都唔知跑乜，唉，真系。哇！起步慢咗，只金华食力翻嚟跑嚟四喎。佢起琴啊！唉，起又落，起又落，佢都唔开闸住噶。点不知佢一开闸佢又起一起啊，咁啊冇计。五三十六个赛前贴士嚟噶，真系抵死啊！不过你纵使唔起琴，你都冇得跑噶啦。而家咁睇只潮州冇事就收姜，都收晒姜。系喎，三六十啊，事前。不过有一样做得啱嘅啫，我觉得就是、一齐都唔要潮人啊！系啊，真系啊，事前有度佢，一睇完嗰个唔要，宁愿要三啊嘛，嗬！系啊系啊，即刻转态啊，要咗系三。包嚟噶啦，四又四分三个马位咁啊，突然就三咗两个半马位，弹嚟晒。不过入到最后二百米都冇得跑啦。都话佢收姜啦，睇到后面都跟到气卡啦，都系。话呢件彩衣今日起孖喎，跑得潮州冇事。系佢潮州自己退出啫，如果唔系，可能有埋添啊，真系。哇，咁咪四抢？哇，你佢今日嗰啲马真系。佢啲马沙地好恶噶，经常提住啊。不过你即系你翻越往即，你又打咗个突咁啫嘛。冇错，越翻越惊。咪咯。沙地好恶噶。好啦，豪京湾就。冇办法啦，啊，已经系算系跑得唔错嘅，但系真系对手太强。杜西奥，好啦，睇下第五场澳门赛事嘅暂论派彩，跑第一名五号码嘅潮州武士啊，独赢系派27蚊嘅，位置系派13.3。跑第二名三号码嘅出奇制胜，位置系派16.9嘅。跑第三名十号码嘅豪京湾，位置系派14.6，连赢位三搭五系派100蚊5毫啊。三重彩五号、三号、十号系派1270蚊。跑第四名系六号码嘅金牙食力。头马跑出嘅时间1分40秒8啊，第一赢第二，四又四分三马位，第二赢第三两个半马位三边啦，马数利马房，今日就吐气扬眉啊，可以咁讲啊，真系暂时跑到五场赢三边三场，冇啦，今日收工啦佢。佢嗰啲辅助骑啦，话冇啦，好啦。哦，嗰啲够晒啦，鞋垫上去嘅啫，垫少，我垫咗上去啫，搭桥搭唔少啦，冇办法啦。咁都系丝鞋嚟噶嘛，嗰啲，佢都化晒灰，全部有丝有鞋嘅喎。哦，想当年挂喺城头都挂咗成个月啦，系啊，诶，讲起都伤心啊，真系，冇计。嗰只咪就系战无不胜啦，战无不胜啊！子文，冇办法噶咯。你潮州乜战无不胜，今日都唔得，咁就真嘅。话佢路短啊嘛，但系都好劲啊，通常。咪你继续战住先啦，嗰啲师爷。继续战住先。咁就话你潮州冇事，上次嗰栋真系。万里长城嘅都系咁样战出嚟嘅啫，啲师爷啊！嗯，
好啦，咁、啊，杜西奥就复原榜啦，准备出嚟探马上。唔系啊，几二期啊，杜西奥话，点解史文乐上一次咁难骑咧？咁样啊，咁啊拗下拗个头咯，咪今次文文话咧，你咁要睇回顾啦，又要睇赛等赛后啦，又要介绍人哋睇回顾啊，卖下广告啊嘛，输到抌手巾。我话唔使掉出嚟啊，带翻埋啊！哦、好啦，咁啊转播就马拉赛事，时尚女罗华去到第十场噶啦，马拉嗰边赛事啊，四班跑先二，即系差唔多啫，同佢潮州小子，睇下嗱呢件都爆又系。哦，经历红运，数一次你听，第十场啊，嗱，眨眨眼又加油啦，跟住就免费，免费就阿沙哈坐骑嘅，十二度啦，最好影啦，件彩衣，阿沙哈咁执一场啊。唔够效噶、啊。好啦，睇下第五场澳门赛事正式派彩先啊！跑第一名咧，五号马潮州武士独赢派27蚊，位置派13.3嘅。跑第二名三号马出奇制胜，位置派16.9。跑第三名十号马嘅豪京湾啊，位置派14.6嘅。连赢位三搭五系派100蚊，五号三重彩五号、三号、十号系派1270蚊。跑第四名系六号马金牙食力，位置 Q 派彩三搭五系派49蚊，五搭十系派57蚊，三搭十系派74.5。马步派彩正奖四搭五系派515.5啊，安慰奖四搭三系派94.5。啊，马下边好地啊，真系。抛下抛下。咁啊，马来西亚当地嘅场地挂牌啊，改咗系好地嘅。一路天气稳定翻啦。咁啊，嗰边转播我哋呢边嘅赛事咧，亦都派彩作实嘅。第十场是四班跑千二米短直路的赛事来的。这条 Q 得八倍，我们条 Q 不止啊，有十倍啊。多廿蚊啊。折过我们啊。咁啊，第十场咯，四班千二，我们都要揀马喎，啲马都在晒闸后面。是啊，揀啦。二啊，有二佳啊。又是跑第二啊，有二佳喎、哦，有二第一嘅，有二第一，希望呢场唔系啦吓，唔系啊，有二佢始终会有第一嘅，你放心啊，有二佳系嘛，有二佳二号先，我要只白枕头，白枕头，白枕头有二佳，二六，哇，都继续追一度啊，十二度，十二度好啊。二六七，好似唐人街好啲喎、啊。咁系咪十三啊？诶、哎，都系买善卡啦。善卡二六七十三，哈沙哈个替身啦嘛。善卡，善卡好啦，讲到入闸啦，入闸咁啊，见到劲力鸿运搞掂啦，好啦，跟住就抄送。埋集好啦，白枕头、时尚女郎、时尚女郎搞掂好啦，跟住咧瑞星小宝搞掂咗噶啦。第十场赛事四班千二米又好啦，再见到咧就系、是、暗爽，暗爽入埋集，免费入埋集，好啦，大力神王搞掂。咁仲有中档啲林马二三四档嘅马克啦，咁啊劲力鸿运啦，咁啊呢只就劲风系咪入嘅？
唐人街入先啦，五档唐人街，红人街，唐人街搞掂埋，加油入咗，暗爽入咗，咁啊剩翻三四档啊，友谊街啦，咁啊同埋一只马克，马克入先啦，马克搞掂，马克隔篱友谊街，咁啊三档。免费入咗噶啦，咁啊仲有只劲风，劲风排外档嘅十二档，劲风搞掂埋，十二档入咗噶啦，应该系等只咁啊嗰只就系咩啦？友谊街啦，入埋好啦，经理红运入埋闸，第十场四班千二米，咁啊跑呢个短直路啊，今场就短直路嚟嘅，好啦，入晒闸六期举举准备。準備起步嘅時候啊，打打降架就咁啊，包晒尾劲力鸿运啊，尾二咧就见到大神话嘅尾啊，前面最快我到今日就时尚女郎啦，中间咧都罗档顶住咧就有而家啦，第三位见到咧就系嗰只咁啊，好快都有见到咧就咁啊马克嚟嘅，中间第四位加油啦，后消暂时咁啊嗰只马咧十二度啦，拍住咧我当卖唔到嚟，暂时白枕头嘅中林位置嗰啲马咧劲风啦，俾后消啲暂时加油喺晒尾大力神王，哇嗰只马唔好乖嘅啦，一脚踏啊劲力鸿运啊，唔好理佢住啦，尾就系十二度嘅啊嘛，都系几脱节下嘅啊，好啊跑。四百零米路程度啊！前面痴男快放啊，免费嚟嘅咁啊，拍住嗰只咧就抄中一对马。第三位咧亦都外档就系时尚女郎啦。第四位外档亦都摄紧上嚟咧，就见到嗰只内档友谊街嚟嘅。第五位上翻少少，见到白枕头上翻嚟嘅系特位之间咧，见到大力神王呢、這个时候慢咗起步上翻嚟啦。第七位见到抽外档嘅劲风啦，喺上下边暂时加油十二度，大力神王喺阵尾包暂时包里面就加油嚟嘅，同埋咁嘅劲红运啊。好啦，到到最后呢个二百零米路程前面中间首先特位就系免费啊，中间占少过零米，但呢个时候骑到最后外档中路劲就时尚女郎。第三位见到上嚟有而家，第四位牙紧就白枕头落档上翻少少，见到时尚女郎冇乜睇嘅，终点前百零米，仲系占先系免费，睇嚟可以赢呢场赛事。过终点时候，免费个咧跑第二名就系时尚女郎，第三名见到就系抄送啊，占啊免费赢嘛？佢啊正居出击，唔系副居。系啊，哇！最后阶段就四倍嘅啫。系咯，十三号大热门喎，最后阶段就失望啲喎。夜晚就系三号嘅免费啊，四倍 V。咁啊惨啊，五中副居啊，十三号大热门。二搭三啊 ，Q 到十四倍系啦。咁跑第二名就系友谊街，咁第三名应该咧都抛离晒，好似抄送啊！如果冇睇错嘅话，即系有时呢啲好似估咁啊，系咯，明明阿沙系正印嘅咁啊，但临尾佢都系咯，佢唔系热，点知佢只富居大热门，而家佢又跑正印出嚟，中计啊，中计啊，咪就话咯，横街第五六六咁喺入边咧，我当冇走晒。阿沙今晚起码啦。系啦，嗱，睇下中线镜头啊，弹嚟咗噶啦，咁啊免费。都话佢得一场唔饱噶啦，你又自己啊临时改嘅真系。临时改，冇计啊。中线第二位有二街，系啦，第三位咧。三四五名就好接近嘅。白枕头喺内档，中间冲得好劲就系抄送，睇下边只占先啦。好似抄送仲有一步过埋喎，睇睇啦，呢度未到嘅，但系就睇个势就好似系抄送过埋啦。咁啊，翻过嚟睇下我哋第六场嘅神操片段啦。好啊。第六场三四班跑一零五零米，诶、欸，只麦艾到先，冇马好拣啊！呢场真系马房出三只啊，呢只就系个赛绩有支持嘅。名人会就系上一次个赛绩支持啦。哇，大热门嚟噶，而家系。咁佢想唔热都唔得噶，我哋都讲咗噶。系咯，一定热。被逼，被逼热啊！再睇下只黑珍珠，大热咁啦。黑珍珠系短啲嘅，但系都有时，既然全心搏懵啦，搏啲有状态啊。喂，呢只跌咗94磅，太阳欢腾，咪睇个样唔似啊。咁啊，你信唔信咯？跑完冇耐喎，照计冇嚟跌得咁犀利。即系你信唔信咯？上个礼拜嘅事。李嘉廉跑我仲记得啊？有、哦，咁你三四日。可以跌几廿磅嘅，但系嗰只马都巢埋嘅咧。正常系啊，真系啊。嗱，一临场睇一睇啊，即刻好似我咁啊，日日整两支吊针俾佢啊。如果系咁啊，真系有冇搞错啊？真系打针都唔得，呢争咁高14磅，有冇可能嘅事啊？真系，唉。唔系啊，子哥食 yogurt 啊。嗱，我就怀疑系1101，啱唔啱啊？是不是1101最啱數啊，呢、這个磅啊。对咯。啊就係咁啦。
即系佢升咗榜喎，应该系一一零一就佢一一零一系好合理嘅榜嚟噶嘛？你睇翻个过往都系咪啊？嗱，头先第十场咧翻嚟跑第三名嗰匹咧就系九号马嘅抄送啊，第四名先系六号马嘅白枕头嘅。即系如果照我估嘅啫吓，佢应该系反围嘅多咗几磅啊真。二号南麦艾道，喂佢档位外少少啦，咁但系沙地性能都 OK 嘅，即系对手个草地嘅，对手真系曳啊，系啦，咁但系佢呢个路程都半数上名噶嘛，咪就话咯，七号啊，卡格斯嗰啲就系唔多角唔多角又执一场噶啦，就系呢啲啦，袁家宝宝个飞都话晒俾你听。家宝是唯一的叫做得个乱字，系咪咯？得个乱字咁咯。冇飞啊！呢个路程都跑过第三嘅，咁啊真嘅，林家宝吓。八号豪江甲王。匆匆再出嘅噃，不过其实好似沙地真系唔系几好咁，只联家宝啊，咪就话沙地唔系咁好咯。好啦，甲王啊，立过下啦，睇下只黑珍珠啦，短啲嘅，但系佢起码佢，你睇佢除咗干块地，佢最近沙地都蠢蠢欲动咯，系咪走落嚟减分咧咁啫？有得搏，或者系搏减分。系咯，定系博大帽，知佢咩心意啊？嗱，睇下呢只啦，十一号马嘅太阳欢腾啊，有咩问题啫？如果你太阳咧，好轻到九啊几磅啊，睇个样就呢只马睇惯嘅啦。不过而家咧就真系要揾把尺度住先得。你骑得稍微唔好咧，呢只就呢只系啊，系啊，呢只肯定样样都掹掹紧嘅。总言之就样样都掹掹紧啊！好啦，明日会三步咯，跑翻上一次咁嘅水准，冇人够佢跑嘅，照计就亦都冇乜缺点啊。有哎呀，好惊佢又冇缺点，又出呢招。哎、不唔系喎，今日冇缺点啊，就终于赢咗，终于赢咗。系惊险啲啊，仲系十六蚊添嘛？查紧油咯，惊紧嘅都叮当码头嘅真系。嗱，但系你又分开讲，佢咁样翻嚟搏输咗咧，咁啊系，你心甘命抵，系咪先？唉，你咪有啲无厘头嘅输到。心甘命抵都系唔系好心甘命抵？梗系唔甘心噶啦，但系你真系冇咁心噏啊嘛，系咪先咧？嗱，即系你睇翻今日潮州冇事咁，上次一动，唉，你都唔知点讲，溅晒喺个尸体嗰度，溅晒喺下边，你喺万里长城个底下边，即系好似跑完嗰场，你都话啊，赛后我都唔识讲系嘛，就系咁啦。你真系唔知想讲乜？千祈唔好叫阿孟姜女嚟添啊！你真系喊到你崩晒啊！睇下只十二鬼哭神号啊，唔系无限珍惜，系鬼哭神号，佢眼都睇错啦啲名啊！追风区都唔系唞好耐啫，都系唞咗接近一年嘅啫吓，十个零月而家出嚟，未见过喎，真系未见过，即系你问马房做功夫啊，唔知啊。咁啊，人哋成年啊，都系重咗十三磅，咁你一个月重一磅，咁都算系几标准啦、啊，吓。想真系养得好，养得好，养成十个半月，十个半月先重十三磅。好啦，执到宝啦，上一次就宝出嚟，
啱啱成扎马都上个礼拜跑完嘅，除咗系十二，都跑得几密下噶，执到宝近几次啊？咁就二号啊，唞唞，五号啊，唞咗好耐，六号啊，更加系木乃伊咁啦。其他嗰啲咧，咩蜘蛛侠、剑宝宝就跑草地，名人会呢扎、联家宝啲就跑沙地，咁啊，黑珍珠。阿蜘蛛侠啦，唉，睇下蜘蛛侠点样。喂，不过都出得密喎，蜘蛛侠，但系都短。喂，第二场嚟噶咯，你刘志森转咗去荷兰道夫，已经嘣即刻佢就出噶咯，而家又出咯，嗱嗱声减分啊！但跑一零五零真系减分。咁佢咪咯？咁佢已经减咗一次分，落咗嚟噶咯。啊，蜘蛛侠睇咗个快彩先。第十场跑第一名就三号嘅免费导赢41.5嘅位置15.9，第二名就系二号友谊街嘅位置18蚊，第三名就系九号嘅抄送位置82蚊，连赢141.5，三重都系4207蚊。二三位置 Q58.5啊，39.617蚊，29就457蚊，孖宝。咁啊，正奖就系1462.5，安慰奖172蚊。咁啊，名人会有访问啊，听下啦啊。好啊，访问其实林海啊。好啦，听下。早晨啊，林海。喺今个星期六马赛事啊，第六场啊，你就会骑名人会呢匹马上阵嘅。咁呢匹马咧，上次咧赢得咧都非常之轻松喎。系咪？其实你觉得佢嚟到澳门之后咧，个水土开始有啲适应，所以有咁好嘅表现咧？系啊，之前只马嚟澳门嗰阵时咧，个情绪上面唔系咁好喎，咁比较急躁啲啊，即系自乱啲。咁跑过几次之后，只马成熟重度都几好，咁比我预期中个幅度进步都几大添啊。咁同埋咧，喺今个礼拜咧，你试过神操之后咧，觉得匹马咧有冇明显嘅进步添啊？情緒相即係情緒嗰度就定咗好多，咁我諗對隻馬嚟講，相對而言就應該會表現得更加盡誠啲咯。但係咧，今次咧一加咧就加咗十分啊！你覺得呢隻馬咧個評分忽然間加咗十分咧，對佢會唔會有啲影響啊？如果睇馬嘅質素嚟講，我諗加佢十分對佢影響性都唔會好大。咁啊，怎加分嘅計？梗系加得少啲好啲啦，咁希望今次都交得翻应该有嘅表现咯，我谂。咁同埋咧，今次咧又抽到个五档啦，你认为匹马咧可唔可以即系都可以保持到个状态咧？我谂相信呢场跑落去嘅话，即系如果跑翻上次嘅状态嘅话，同埋上次表现，我谂都几大机会嘅呢场马都吓。多谢你接受我访问。OK， 多谢。好啦，听完我访问啦。哇、啊！不过呢场你一啲河合追风区又唞得耐，河合太阳欢腾嗰啲榜又系唔知点搞啊！真系两饭都有，两、哦、饭都有河合粉，真系河合咪长得滞喎，叫河合内保子唔得噶嗬？系咯，交咗五个字啊！嗰个名嚟噶啦，只马都系。好啦，仲有五分钟，见到咧就系、是、蜘蛛侠啦，冼文乐。揀馬啦，好唔好啊？五分鐘，又有蜘蛛俠，又有河俠，雙俠，唔使噶啦，二三十一係必揀噶，石揀多隻女。哎，好啊，又係我。你啊，不過我記得最後，我印象中我唔肯定啊。香港五個字嘅，好似百勝區二世，即係最後嘅一隻五個字。以前都試過滿利區二世，好似啊。系啊，我就记有啲二世啦，系嗰啲啊，五个字冇啦，跟住就冇，都 N 年前噶啦。咁咩条例都可以破嘅啫。哦，咁呢啲条例唔好啦，即系限四个字好嘅，真系整咁长，你都唔知点算。咁我通常我。写开诗嘅我就中意五个字，冇似林敏聪玩掌门人咁咯，你真系大镬啦！你讲完佢个名啊，过咗终点啦，讲完一只马个名，咁你就晕咗喺度真系。哇！二号捞几步上去，喳喳声。而家睇紧只剑宝宝，
咁要揾出第四隻个终点嘅。嗱，二我哋有揀嘅，麦艾道。二三十一啊嘛，系咪？骑练今日就捧咗杯嘅咧。十一就揾到杜西奥再跑嘅。咦，睇都揀冷嘅啦，横掂都望佢唔入嚟嘅啦呢只。望佢二三十一搞掂㗎嘛，长马係咪二三十一表面真係㗎，你睇落啊，其他啲冇得揀㗎，咁唔係冇，即係勉强少少咁啫，即係叫做入过嚟都係即係有個 pace 都係七八嘅啫，要八啦，要埋正濠江甲王二三八十一，係我第六場澳門賽事嘅提供。其他啲各自各精彩啦，唔好亂咁炒喎，我哋當攤啦。即係梗係咁忙㗎嘛。好啦，三号就慢慢行过去啦。三号就啱啱赢完冇攞嘢啫，得只鸭仔喎。咁如果佢真係 keep 住个水准，佢又可以赢得长㗎，对住呢组马。不过上次就赢50分顶嘅赛事，今次又上嚟跑高半班啦。但跑高半班啲马仲水。其实是的，其实如果讲最好的就是麦艾道，但麦艾道始终都是老了，是啦，今非昔比嘛。是啦，有少少老退。所以七路我都不揀，又是七岁嘛。宁愿要只八啦，咁样后生啲。都是咁嘅价钱，后生啲好啲嘅。啊，咁啊。蓝灯啱做起，仲有一分钟时间。大热门就是三号马的名人会，两倍的独赢。啊，那条 Q 闪了去三搭十一。乜嘢二呢不够硬正的啲飞。三搭十一是七倍，因为可能刚才杜西奥赢啫。潮州冇事。潮州冇事赢得咁鬼好啊，咁样啊。咁啊。多啲人对佢有好感。市民有隻蜘蛛俠喺度嗌救命都嗌唔起飛嘅。冇辦法蜘蛛俠。蜘蛛俠個路程都係比較短啲。只要減分㗎，即係如果我哋表面睇嘅。真係 Fandor 囉。問我停六個賽事日啫，你而家咁樣幫我已經減咗減到落去三四班啦。咪點樣有手足情義你睇到啫，你真係。雞姐啊，雞姐话。好啦，咁就零分㗎啦，就夠钟入閘。喂，啦荷兰杜夫唔識唱㗎呢隻歌。阿租漏唱俾佢聽。佢唔明，佢话我唔明㗎。嗯哼。都会执晒只名人会噶啦，冇得倾啊！跟住落去就好得人惊噶，你唔好话林海都唔算系热门骑师嚟噶，佢呢个冷门骑师嚟噶嘛，半冷系咪？嗯哼，而家大热门啊，嗱，冷人骑热马，红灯亮起，咁啦吓，好啦。冇办法个焗热嘅，都冇办法啫。开始入闸，先睇只联家宝，同个名人会嗰件衫好近嘅，真系都系咁上下样。好啦，跟住我买入咗去啦。
呢只执到宝啊，联家宝执到宝，诶、哎，冚唪唥啲阿宝入晒先，仲有剑宝宝嘅，未入住，无限珍惜先，又唔制住，太阳欢腾系咪埋去？唔系啊，呃人嘅，咦，摆晒太啦，见到个罗庚都摆歪咗啦。麦艾道都系流嘅，咁蜘蛛侠系咪入先？都唔系，嗱，个个都系真系过门而不入噶，唉，真又唔系喎，呢只忽然间掉头入咗去黑珍珠，好追风区，有边只啊？甲王，豪江甲王，肥肥条尾，嗰啲都冇咩新鲜甲噶啦，全部都变咗冰鲜甲噶啦呢啲，唉，冇新鲜嘢食，冚唪唥冚唪唥雪藏货。好，跟住无限珍惜，唔系喎。呢隻又咩喎、啊？啊咁喎、啊，有啲淡喎呢隻。好，咁啊跟住麦艾道，哦，蜘蛛侠，哇！头先仲话蜘蛛侠喺度嗌救命添，原来唔系噶。哦，河侠，蜘蛛侠入咗之后到河侠。后面仲有，哇，仲有咁鬼远嘅，都唔使行咁远嘅，仲有四只，大家斗远嘅，离开个闸，好啦，跟住就阿甲王啦，胡江甲王唔系你，唉，惊禽流感啦，你啲鱼藻汤定雪咗成半年，你先要送只甲嚟噶啦，快啲行埋去啦，啊，剑宝宝又系。好、哦、快啲真係啲有陣時驚起上嚟嘅，食呢啲嘢都係好啦，跟住灰馬仔入閘，太陽歡騰應該喺中間嚟嘅，有少少扭計，好啦，睇下佢點樣啦，哎呦，撞親個心口閉，當堂就窒咗，但係出咗絕招呢你都冇得走㗎啦，好啦，搞掂啦，剩返兩隻，剩返隻名人會呀，仲未入，仲有隻红光甲王，明人会入先，喺个五档，好啦，搞掂埋，最尾入闸，红光甲王，好啦，顺利搞掂埋啦，第六场赛事三四班1050米，马威入齐晒闸。王旗舉高準備一起步嘅時候都幾齊，哎係呀，11最慢，太陽歡騰呢，我惡個頭呢喺個尾嗰度，喺前面我見到名人會呢黐咗出嚟，黐住欄嗰度無限珍惜嘅，而家呢大概係7倍，一路頂歸住佢，喺內當閃上嚟嘅呢追風區呢都冇乜飛嘅啫，咁後面上嚟蜘蛛俠其實都幾多飛下㗎嘛，出面仲有啲豪光甲王啊、麥艾道啊，咁喺大外當度，咁中間呢然後見到聯家寶啊嗰陣啦，咁再後啲都先見到黑珍珠啊、劍寶寶啊，咁然后呢包尾嗰站马呢见到嗰隻咁太阳欢腾呢先要喇喇声搵位喎，左穿右插咁冲緊上嚟，咁河侠啊嗰啲喺后面啊，咁远远包尾嗰隻呢应该系嗰隻执到宝嚟嘅，入正直路嘅时候，哇，飞都咁走出嚟，有隻名人会啊，踩踩有呢，而家就8.5啦，最后200米嘅时候呢大概带嚟呢四五个马位，但系出边佢做得相当之急劲啊！即系太阳欢腾啊，拉屎咧越追越劲嘅，追唔追到啦？明日会收姜赢马，太阳欢腾第二、第三名冲上嚟剑宝宝啊！第四名咧先至见到有只黑珍珠，大热边啊，同埋大热连赢嘅，你冇啊，真系冇马拣噶啦。
三搭十一嘅连赢位就五倍，三号独赢就系。喂，你嗰只太阳欢腾出闸，企企啊！即系1050咁样都可以跑第二咧，呢场个水准系点啊？哦，睇嚟三系见宝宝啊！系啊，即系你，喂，你会觉得喂真系冇噶咯？系啦，二啊八啊嗰啲都喺度嘅，即系称来称去都系整你麦系炸噶啦。麦道又真系金飞色比嘅喎，系啊，冇办法。麦道又唔得，咁但系唔系啊？你个包药都系咁样噶啦。系啊，都系冬虫草啊，做冬冬虫啊咁样执埋一堆噶啦，冇其他马执噶嘛。不过你而家就最大问题就系即系点解话啊？唔系嗰只一号啊，头先我见佢入闸得翻五倍先，而家喺度打冷震。嗰只咁嘅蜘蛛侠，最尾而家九倍，救命啊！而家又弹翻上去九倍。暂定嘅名次啊，三号马跑第一嘅，跑第二名十一号，跑第三名四号，跑第四名九号马嘅。你而家只无限珍惜都有飞都奇怪啦。跑尾三，啊尾四，马冇理由有飞嘅。不过健宝宝就系咪靠个好件事咧吓？即系执煎堆嘅啫喎。嘣嘣声追翻嚟，整翻个第三。咁呢个第三都输好远噶啦，少少人气我取咁啦，吓。隔到离行离辣啦，三赢十一，十一赢后边嗰只。啲追风驹都几得人惊噶，都唔系话好曳嘅追风驹。中间啦，六三嗰只啊，追风驹一路都喺前面嗰阵噶嘛。哇，喺十个月。十个月有多啦，咁梗系有事啦只脚。好啦，今日呢场头马嘅就系名人会，又破咗啲数据喎，吓、啊。咁你啊，访问又几好喎、啊，问到。即系全靠阿登强喎、啊，阿登强啊，但系又到登来噶咯，第日好啦，睇下第六场嘅澳门赛事暂定派彩啊，跑第一名三号马嘅名人会啊，独赢系派16.1嘅，位置系派10.8元，跑第二名十一号马嘅太阳欢腾啊，位置系派12.7，跑第三名四号马嘅剑宝宝啊，位置系派25元嘅，连赢位三搭十一系派50.5元。三重彩三号、十一号、四号系派1262元，跑第四名系九号马嘅黑珍珠。头马跑出嘅时间系1:03.7啊，第一赢第二一有4/3码位，第二赢第三系4.5码位嘅。哇、啊，真系打搭再赢，唔系啊，真系嗰只太阳欢腾嘅出闸喺个尾嗰度追翻嚟个第二。哇！转翻600米嗰段浸浸声啊！咁你谂下，真系其他嗰扎马子真系系咩嚟嘅咧？得准啲咯。呢、這个喂三四班喎、啊。喂，九日赢两场马，算唔算系澳门一个纪录啊？又一定唔算啦，一定唔 算, 算，肯定唔算。九日喎、啊，隔过咁远。有时七好多咯。喂，嗰只太阳欢腾，你摆落去第一场，你都输晒啦。啊，呢啲时间计时间就系啦。我印象中应该有隔五日嘅啫，即系跑完礼拜日就礼拜五再赢。哦，你话边只我唔记得，但系你隔六日、隔七日嗰啲系好多啦，好多。咁何况你九日一定就唔系啦，九日就系。上个礼拜五赢完啊嘛，最近就系礼拜日赢完就到礼拜五啦。跟榜一系唔赢，赢就打搭赢啊！打搭啊，林海啊，咁呢场又系真系太不过对手就好渣嘅水啊！马房又起猫啊！边会谂到三四班有呢扎咁嘅马？喂，你佢而家侵落头场，好多只好多只都输鬼晒嘅。即系你净系数啲马出嚟，喂，你而家六喂，你而家六班啊，话俾你听，执到宝。嗰啲咩无限珍惜河合，你唔系以为六班五六班喺度跑啊？系咯，啲时间五六班时间嚟噶啦，已经系。咁咪咯，就系、是。好啦，今日跑六场嘅澳门赛事咧，就
马素尼赢三场啦，庄建设就赢两场嘅。咁都咩喎？系啊，荷兰道夫整翻场喺中间啫，系咯，夹下啫。但系佢系最重要嗰场啦，捧杯啊，啊，乜都系假吓，捧杯最紧要。系咯，全日嘅重头，捧下个杯啊，系啦，地狱。不过开条跑到第六场开条五廿几蚊 Q， 我都系有啲担心。今日唔知系咩运嚟嘅呢个啊！哦，好啦，林海出嚟影探马上啦，准备啊，复原榜啦。但如果你唔好计佢出闸咁惊险，佢其实三十一系五六十蚊 Q 嘅啫，呢个系啱嘅。因为你表面上睇落，一出闸你就呢条五十蚊 Q 就输咗噶啦。谂住啊，系啊，但唔系你事前真系你一睇马就系二三十一嘅啦，系嘛？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睇马。几鬼难拣啊！咪就系话咯。好啦，睇下影头马上嘅情况。名人会阿达赢马，阿达再赢啊！林海近期手风都几顺嘅。好啦，睇下第六场嘅正式派彩啦。跑第一名三号马名人会啊，独赢派16.1，位置系派10.8嘅。跑第二名11号马嘅太阳欢腾啊，位置系派12.7。跑第三名系四号马嘅剑宝宝啊，位置系派25蚊。连赢位三搭11系派50.5嘅。三重彩三号、11号、四号系派1262蚊。位置 Q 派彩三搭11系派36.5，三搭4系派65.5，四搭11系派216蚊。孖宝派彩正奖五搭三系派95蚊，安慰奖五搭十一系派45蚊。嗰条位置 Q 仲笋喎，36.5啊，系嘛？嗯哼，即系依家咁睇啊，梗系时候啦，当然啊。哦，系咪好笋啊？位置 Q， 你唔使啊，唔使点嗌 ，Q 都压到晕。哦，今日我哋跑咗六场嘅澳门赛事咧，有三场系唔过100蚊嘅。系咯，破晒数据啦，今日真系。其中有一场系100.5，即系以往日马沙地就。佢头先孖宝分几多钱啊？几十蚊嘅咋，唉，几廿蚊啦，有三百九十五蚊，正奖95蚊，安慰奖45蚊，都唔中啊，唔记噶啦，通常。好啦，镜头转一转，翻翻马拉嗰边啦，嚟到尾二一场赛事噶啦，第十二场，四班跑1200米，继续系短直路嘅赛事，最后两场都系四班1200啦，系啦，95蚊啊，好马宝，咁多，咁啊呢个月啲伙食都揾齐啦，揾齐，揾齐，咁快揾齐。仲有几日啫？我咪系咯，五月份嘅咯，而家有几日？唉，即系唔可以请朋友食饭喎。咁快乐分得中10蚊，咁咪稳齐咯。你快乐不知时日过啦，廿几蚊个饭盒啫。我哋而家压紧嗰啲饭盒都好贵啊。14匹马上阵啦，带外卖嘅边度啊？哦，喺对面嗰度啊，系啊，要加送啊。啊！啲参战马就集后面嘅14只马，嗰边热晒只11号嘅惊人美女喎，呢件衫今日就头场赢咗啦。互信力量咧，跟住我哋呢边咧就热晒只八号啊，大只佬啊，艾飞嘅坐骑。好啦，拣马咯，仲有一分钟，我拣三先啊，高贵色彩，搏一搏佢。高贵色彩啊！我揀二啊，你点看？哦，你点看？二三十一，十一惊人美女，二三十一先拣。大只佬啊，大只佬，大只佬八好啊，啱啱。二三八十一，好你嘅，准就得啦。阿沙哈唔要噶啦，赢咗两场算啦。够啦，系嘛？应该收工啦，系嘛？够皮啦，应该冇应该嘅咁细事啊。好啦，时间差唔多，咁啊嚟到第十二场赛事啊，四班1200米啊，咁啊都系短直路啊，呢场另一条跑道嚟嘅。上半场就长直路，咁啊下半场咧就短直路。咁啊，佢哋嗰边热晒只惊人美女11号马，哇！只天降八万，首先入咗闸先啦，搵搵佢，但哈密星啊离开咗个马鞍，好闸住只马。够钟啦。系啦，够钟噶啦，好啦，跟住阿妈安排赛入闸啦，发八。天降百万发八搞掂，咁啊跟住再见到只虎星，虎
五星开赛冇问题。好啦，再嚟惊人美女啦。惊人美女搞掂，互信力量亦都冇问题啊。再嚟开上去咧就系高贵色彩，顺利。好啦，跟住就风流甲，风流甲顺利啦。好啦，咁啊仲有啲马见到入闸咧，就系、是、大只佬啦，四档。降百万搞掂，三档未入嘅惊人美女入咗，咁啊虎星未入，扶弱行动未入，三通未入，好啦，扶弱行动排大外档嘅，扶弱行动，好啦，跟住飞马。马沙哈就排十档，咁啊同主嘅虎星系排七档嘅。虎星入咗，而家搞紧呢只飞马嚟嘅，飞马。好啦，飞马有啲进展，搞掂埋。飞马搞掂。好啦，利点看搞掂埋。我哋精神。好啦，入埋集系等呢只咧，十女巴，女巴排喺九档。好啦，入埋集。好啦，马来西亚第十二场赛事，四班跑到嘅千二米，十四只马入晒集，准备，争啲啊，十女巴，十女巴争少少，睇翻出嚟，有只马冲咗出嚟，不过慢跑啫，捉翻住啊，扶有行动，十二号马冲集，入咗集就冲集，咁啊捉翻住，跑咗几十米到嘅啫，五十米都冇啊呢度。啱啱捉翻住，咁呢只唔入住啦，十女巴。等嗰只翻翻去集入边先啦。等佢搞掂先啦，几大都唔入啊！呢只系着数啦，十女巴系啦，着唔着数啊？唔知，起码就唔使运住先啊，起码唔使运住先。慢跑嘅啫，慢跑嘅几廿米嘅啫。行翻翻去。系啦，你首先睇睇先。咁未入闸嗰啲马咧，就系十女巴。护有行动啊，冲一集，捉翻住啦，咁都要俾兽医验一验嘅，睇一睇先。冇事干，应该继续噶啦，照计就慢跑几廿米嘅啫，慢跑都几廿米。好啦，重新埋入闸，护有行动。好啦，今次搞掂啦，系等只十女巴。你巴入埋集啊，好随即展开呢个比赛啊，入咗一半嘅摆横个马身啊，争少少。好啦，今次搞掂啦。咁第十二场赛事四班千二米啊，出马十四只，删埋后栏先啦。佢始终都系想掟翻出嚟，争啲嘅未删埋系啦。头先就系咁啦，入咗四分三，佢吞翻出嚟，吞后呢、這个镜头睇得好清楚。好啦，拱啊拱啊，工作人员帮埋手，啊搞掂埋啦！第十二场赛事四班跑之六期举高准备，起步嘅时候啊，最慢咧就咁啊，三通拍住嗰啲扶弱行动啊，同埋尾三位置都见到嗰只咁虎星嚟嘅，前边最快内档咧，摄住就高贵色彩，中间拍上嚟风流甲啊，外档第三位见到就李点看啦，第四位见到咧亦都系实女班埋紧嚟啦，第五位喺外档亦都见到天降百万，慢慢摄埋咧，中间位置就见到飞马嗰啲马嘅，喺晒后边中立位置站住惊人美女，边边帮拍住内档啊，就发白，第七八位之间咧就系亦都见到外档上咗出嚟咧，就系嗰只咁大只佬啊，喺后边暂时见到咧就虎星嘅尾四位置，暂时尾三。咧就咁啊，飞马暂时远班咪呢就系三通同埋嗰只咁啊，扶弱行动都几脱节下嘅。佢离放腾跑成十三只嘅马开噶啦，跑得差唔多，有冇差唔多六百零米。前边痴难快放风流甲啦，咁啊进占第二位咧外档嘅拍上嚟李点看啦。第三位内档嘅高贵色彩，第四位咧骑喺上嚟见到发白白衫粉红就嗰只，第五位见到实女巴啦，话波出去就咁啊，天降百万拍住就大只佬喺外段冲系几蚀底喎。中间摄出嚟嘅惊人美女同埋上嚟少少，见到咁啊活力精神喺内档骑啦，唔问多三通同埋嗰啲巴上尾扶弱行动嘅，到到嚟最后二百零米路程前面一对马斗紧。中间李天鹤里边系风流甲，外档冲得好劲，都发白。但系外档呢个时候见到十六班你都有啲走势嘅，最后百零米前边咧风流甲骑一骑右翻先，拍住李天鹤一齐冲紧添。第一名系李天鹤，第二名风流甲，第三名发白，同埋应该上系三档好紧嘅吓。咁啊，李天鹤同埋只
风流甲好近喎、啊，但系最后一步都见到系二号赢，应该十四倍。二搭八，二搭十肯定 Q 啦，二搭十呢份就十四倍。咁如果二号赢系八倍，十号赢咧就系两倍，但系好似最后阶段都系你点话压住啫。风流甲过终点，三四名比较近啲嘅，十四倍 Q。如果二号赢咧就八倍 Win， 十号赢系两倍，都系二号赢啦，好似最后一步都系掉底就系啦，步步都压住只风流甲，跑得好好嘅风流甲冇办法啦。哎呦，就走啦啦，过终点啊，落楼。哦，睇唔到咩马啦，嚟睇下冲线镜头啊，对马拍得几低住几好睇。八八冲落去唔系咁多喎，外档嗰只系实女巴嚟嘅，里边嗰只咧就系高贵色彩。系咯。第三名应该系发白同埋高贵色彩影相。三啊。佢暂定咧就里边嗰只，波到好近嘅咋，真系唔敢讲啦。第五名应该实女巴。三五。佢就话三啊。二十。二号十号系啦，第三名系内档嗰只啊，实女嗰只系高贵色彩嚟嘅。照睇就系啦。二号十号三号五号，如果中间就发白嚟嘅系咯。好咯。睇佢等佢等佢有结果先啊，我哋啊睇下只神操先。比场神操啦，比场啦吓，普猛将，普猛将换咗人喎，蔡二武啊，蔡二武一档有冇战队执啊？咩一一九啦，轻磅啊，飞住走啊！东方盈辉都啱跑完噶啦，东方盈辉又系快嘅，神色亦都好好。哦，咁啊，可唔可以起马咧？睇下，啊又唔系呢？嗱，东方盈辉系，睇下林海可唔可以起马？林海波登创意轻肩捉住佢啫，波登创意内档嗰只应该爽啊只马。哇一一六应该一一二啊嘛，让你四磅睇埋只女神，上一次俾佢杀到嘅，不过唔系退翻钱嘅，上一次。佢入 Q 都弊，短途入 Q 噶咯，嗰啲退唔到啦，嗰啲冇噶啦，系啊，嗰啲化为灰烬，化为灰烬，灰烬，佢唔系嘅，佢又时时领先退飞啊。精明刺客。个士马亚沙善啊！哇，西比场就退出精明刺客十二号马嚟，即系下一场啊！好啦，睇睇豪江进区啊！马线啊！湖江进区又点啊？今日不过呢个马房都好似真系立立地，上一场都系普普通通，都系六月第四，等六月啦，等六月啊！真系啦，真系。好啦，合宝猛将一一九，换咗蔡二武啊！蔡二武都唔怕嘅，我都惊啊！咦，肯怼出嚟就得噶啦，肯怼得啦，系咯，仲要摆喺前边啊！五号方方盈辉马状态好啊，你睇个 shot 嗰副，一只马真系越嚟越觉得佢黏啊！呢啲马。方盈辉又要睇下个沿途嘅走法系点样啦，东方盈辉。际遇啊，哎，海仔顺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带住你走，有时真系顺咗出嚟，到你嘅。顺啊，去到嗰度啲有位啊，弹开有个位，自然有窿有罅俾你啊。唉，你滞稳咗上嚟，真系排落当塞车。滞咗上嚟，自然有个 box 你中咗入去，真系。十二啦，红日之星。都系前三专家嚟嘅呢只就呢个无可否认，系真系老退咗啲，系佢自己个实力就不断系咁退，又而家又唔够快，靠后上。以前千三真系好到不得了，佢季初都搏咗好多场。系啊，你睇到佢搏得好辛苦。系啊，都要好小心部署咯，系咯。即系如果你睇翻呢场，即系佢喺呢组就好似。多点冇乜着数啦，圣亚哥碌卡都碌爆咗噶啦，冇咗蔡二武压阵，唔系啊，圣亚哥啊，碌卡都碌爆咗噶啦，佢已经系俾阿蔡二武整咗个两场出嚟，
又有场 pace 都飞下飞下噶啦，开心到。七路啦，兴旺。兴旺，兴旺个大长途马嚟嘅，跑即系跑1350好似短啲。佢如果佢跑1500、1600都仲有得望啊，系咪？咁其实佢最好跑到1600、1700添啦。咁但系1350真系会短啲，短啲啊，真系。同埋呢马脚有啲事嘅，睇下十啦。最难搞就系嗰只寿司啫，即系嗰啲饭，嗰啲典饭咧。喂，呢只有进步喎，摩登创意系好咗好多喎，呢只觉得佢摩登创意啊。因为即系有时你睇有啲马咧，喂，佢赢完之后唔对板啊，或者近咗之后唔对板啊嘛，呢啲系对板嘅，就系个班啫。你而家咁样啊，升咗班半。咁但系冇所谓喎，佢三岁马，抵消翻顶嘅，系咯，即系50分去到70分咁解啫嘛，意思就系咁样啫。呢啲马啊有上升空间，佢就嘭嘭声噶咯。四号啦，超群能量，超群近三场都系有前冇后啊，一尾够快。放就实就放啦，三档添啊，嘣嘣声走出嚟，放你带到去边度啦？咁1350佢都其实几好放噶，唔系唔好噶，系嘛？问题而家只马嗰个水准呢？最近点解会真系大败得咁夸张？咁啊，当然啦，你话个班问题啦，吓跑2、3班啊，上一次嗰啲雪兰罗锦标咁，但系冇理由输到脱晒节。唯一一样你就兵不厌诈嘅啫吓。哦，呢只日本6岁马女，喂大佬，你搏咗20几场，搏到4岁先赢一场，马乸系啦，仲要你真系冇乜行噶喎，但女神，哇上次赢1100啊，唔系上次1100跑第二，跑第二 Q， 都几出人意表啦，今次仲正喎，照下呢个路程啊，沙地应该更加好啊，更好系咯。啊！我哋赢个两win先啦，起码换何风平头场呢件衫就紧紧翻嚟跑第二。上次啊，高君图执先追佢啫，系啦。即系何风平先至攞命啊嘛，咁先攞胆。好似咁啊，红光之星都唔系易买噶啦，你都系15、16噶啦，烂地系嘛？系啊。呢只点啊？奇妙之鹰，奇妙之鹰嘅好似系12档嘅难跑啲啫，都系最叻都系 pace 嘅啫。照睇呢啲，佢过往配啊卡格斯个成绩唔错嘅，配两次都第二，两次第二啊，系啊。但系又要咁计啦，只马本身真系已经跑尽咗先嚟澳门嘅，系啊。咁啊！而且嚟到澳门真系，你睇佢搏嚟搏去，最叻跑第二，最叻第二啊！真系你都真系，你都唔好又要好讲尺寸，系啊，唔好话真系寄予厚望啦呢啲。唔系易跑，卡格斯今日就都叫有马赢啊！咗只噶啦，不过都就快7岁噶啦呢啲马系咪啊？跑到尽。好啦，睇返头先第12场嗰个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2号嘅李点汉，咁啊独赢87蚊，位置20蚊，第二名就係10号嘅风流甲，位置12蚊，第三名係5号嚟嘅发白，位置40蚊0毛，连赢2搭10派148.5，三重彩就7312蚊。2搭10嘅位置 Q 系70蚊0毛，2搭5系414.5，咁啊5搭10咧就系277蚊。孖宝正奖403蚊，安慰奖啊62.5。哎，晒派彩啦！又睇翻马啦，见到出去咧，摩登创意准备
上场就而家你斩斩下喎，摩登创意啊，哇，咁上次赢一马咁又系大热门嚟嘅，斩斩下四倍半，靓啊，马就好靓，真系都唔系热到冇晒尾，四倍。不过咧就呢件衫就通常好少赢大热门嘅，少啲，少啲，少啲，唔系冇，少啲，少啲。即系好熟噶嘛，系嘛？系啊，见到件衫都系冷门嘅多嘅咯，咁咯。啊，佢演热得咁紧要。好啦，见到就系雷神啦。唔系呢件衫咧，就好少人热门嘅。啊，有啲净系爆冷嘅，有啲衫啊，真系。有时啲马迷中意租呢咁嘅路啊。系哦，认熟咗嗰件衫，总言之热门唔买，净系买冷门。三分钟都要拣马咯，剩翻三分钟时间。拣啦，越嚟越少啦。三分钟兴旺啊，波仔冷门。喂，七号，我要五号东方盈辉，四平八稳啊，喺度。东方盈辉五七雷神咯，雷神十一三五七十一，好要埋只宝猛将，宝猛将单数啊，三五七十一。我而家见只十号，只十号咁热，转大热门唔紧要咋，转大转大转大咋。买只三号我哋有贴嘅，有贴嘅，有贴。三号赛前嗰、那个。赛前谂住黄俊峰跑噶嘛，但都唔怕啦，谂下谂下。好啦，见到摩登创意跳上闸口啦，咁啊，暂时咧佢斩下个 win 4.8，位置19蚊起步嘅。咁啊，数落再有飞豪江进区啊，二号就六倍六七倍之间。最热六搭十条 Q 啊，11倍啊，超典范啊！搭十一咯，咪搭十六搭十六搭十，超典范搭摩登创意，咁就11倍，咁啊五搭六咧又11倍呢啲 Q， 反而咧嗰、那个十一号雷神咧十搭十一咧就有25倍嘅。啲雷神都唔热噶啦，始终都系吓、都系而家五六十，嘣一声，我浸飞五倍。雷神咧、啊，个 win 飞啊，啲 Q 飞唔喐啊嘛。五搭六嗰份连赢位系12倍嘅，东方盈辉搭超典范。啊，东方盈辉超典范，咁即系两份。热门嘅连赢咧都关超典范事嘅，五搭六啦，同埋六搭十嘅，六啦系咯，即系市民落啊嘛，市民落就多啲人捧场嘅。咁另外六搭十二咧就21倍嘅，六号嘅超典范啦，搭12号马嘅红日之星有21倍。红日之星都有啲飞啊！哇，红日之星啊，都即系谂翻佢过往千三好咁啦，可能雷神啊落咗马，蓝灯啊着咗一阵噶啦，已经差唔多噶啦。雷神收翻肚带啊！嗯，会唔会谂多咗啲啊？哥哥仔又谂翻佢旧阵时啦，唉，谂翻旧阵时会谂多咗啲噶噃。好啦，嗱雷神啦，镜头面前经过三四十一啊，六九十二都未开过，冇话啲十三十四啦，真系六就问啦呢场，九都有啲机会，十二都有啲机会，六就应该问啦，六号超典范喎，哇大佬一只。赢过一场四岁处女马真系都唔系恶耶嚟噶，不过有飞喎，系老虎乸嚟喎。唔系佢可能佢操就操得 OK 嗰只啦，佢功夫啊做得几好，适应几好啦嚟到可能啊，但系都系有保留啦。系啦，真系红灯亮起，开始入闸。第一只可想入闸圣雅阁，顺利搞掂咗雷神第二只。
好啦，嗌前面啲马翻去，后面得两只嘅啫，入咗啦。圣雅各雷神，好啦，有马可以先行翻去啦，东方盈辉。嗰度咧，啱啱个闸边嗰度咧有个篮球架嘅，有个篮球场。咁啊，而家咧嗰块板都拆咗，即系一个篮球框嗰度咧，咪唔好遮住睇入闸啊！咁所以拆鬼咗啦吓。摩登创意去到闸后边就入咗闸啦。超典范，日之星行紧埋去。前面都仲有成五隻嘅，六隻嘅。森林凤凰、红日之星入咗，好啦，森林凤凰，跟住就兴旺，森林凤凰啊，慢慢埋紧去入唔到，咁啊褪翻出嚟咧，而家就出绝招，睇只兴旺会搞成点样啦。奇妙之鹰亦都行咗去站后边，好啦，森林凤凰搞掂未？搞掂啦。跟住就兴旺，奇妙之鹰，濠江禁区都行到去闸后面啦，仲有隻合抱猛将，奇妙之鹰入咗，合抱猛将。濠江禁区一队都搞定，最尾入闸超群能量，超群能量亦都入埋。好啦，所有马匹入齐集啦。第七场赛事嘅咧就系三班1350米，马匹入齐集，一起步嘅时候见到较为快啲嘅咧，中间支咗出嚟嘅超群能量啊，摆咗喺前面，咁喺内档咧慢慢摄上嚟嘅咧，仲有只咧就合抱猛将，出面咧有只东方盈辉嘅位都几好啊，中间夹住一只咧就摩登创意啦，咁啊后啲嘅马咧，然后先见到咧冧冧声啊涌翻近啲嘅咧，仲有只咧就超典范啊，大概喺呢个第五位度啊，外边上嚟咧只奇妙之鹰啊，喺内档雷神啊先翻上嚟，咁最后啲都咧先见到咧，仲有只啊森林凤凰啊，咁啊，然后咧再后嘅咧，先见到咧啲濠江禁区啦，咁啊，仲有啲圣雅各嗰啲咧留喺后边啦，咁啊，暂时包尾嘅一对马咧，见到啲兴旺啊同埋红日之星，去到对面直路尾嘅时候喺前面度再放啊，呢个超群能量咧，马永帝啊越放越顺，咁啊，东方盈辉咧喺外档啊黐住佢咧喺个第二位啊，咁啊个零马位跟住佢咧，先见到有只超典范啊，出面咧有只奇妙之鹰喺内档上嚟咧就摩登创意啊走呢个。位都好好嘅，然后咧黐烂上嚟咧，仲有只圣雅各啊，后啲嘅咧先见到呢啲合抱猛将嗰啲入正直路嘅时候，海仔咧中间就指咗出嚟嘅东方盈辉啊，后面雷神嗰啲明拎明拎上跟，咁啊之后咧见到摩登创意啊嗰只马嘅，再后啲都咧，然后啊奇妙之鹰喺前面直冲个终点咧，东方盈辉第一。雷神啊，影相啊，同埋只摩登创意，摩登创意好似，摩登创意第二，雷神第三。第四名就应该是出面那隻兴旺喎、啊。但原本赢马喎、啊、最后三倍半、啊。不过东方盈辉真係黏㗎，你睇佢嗰副啲马好咗。八档都唔怕，中间抢出。而家咁咪真係一对有状态嘅马 Q 返嚟囉。摩登创意第二喎、啊。係呀，而家咪就话睇神操你就係、是。五搭十几年米十三倍啊。就係一对好状态嘅马返咗嚟囉。一隻有进步。一隻就黏，系嘛？
哇，拉斯只兴旺飞到咁上嚟嘅，佢系短啲嘅。啊，仲未入镜噶只兴旺。系啊，佢次次都系噶，一支箭咁噶。雷神啊，跑第三。仲未喎，仲未见到只兴旺。哦，喺边度啊，兴旺？未见啊，只普猛将都涌紧。哦，啱啱见啊。阿宝猛将变咗第五啦，嗯，翻到嚟，黄俊峰会近啲嘅，哦，黄俊峰骑啊，蔡义武咧就功夫仔啊，梗系争啲嘅，吓，好啦，海仔起猫啦，海仔起猫，细唔细啦，就要影相，我哋睇就睇摩登创意好似高啲，咪老友穿 Q 啊，东方盈辉赢啊。阿林生地都去影相㗎啦，摩登创意嗰扎都一齐影相㗎啦，咁而家一 Q 返嚟喎，哇，镜头最右手边嗰隻就係隻兴旺嚟㗎，係啦，十号赢咗啦，唉，想有139.5都冇，实冇139.5啦，咁样，好啦，暂定嘅名次啊，五号、十号、十一号、七号。十一号、七。好啦，林海起码啦。林尾啊，不过得翻35.5啫。我上个礼拜五沙地嘅赛事，林海都起码噶，139.5啊，啱啱啱啱俾你讲中啊！好啦，睇下第七场嘅澳门赛事嘅暂定派赛先啊，跑第一名五号码嘅东方盈辉啊，独赢派35.5嘅位置派15.2，跑第二名咧十号码嘅摩登创意啊位置派23蚊，跑第三名十一号码嘅雷神啊位置派26.5嘅连赢位，五搭十系派139.5啊，三重彩五号、十号、十一号系派2003蚊嘅。跑第四名是7号码的兴旺，头马跑出的时间1分22秒9的，第一赢第二一有四分一马位，第二赢第三是短马头位，1分22秒9，你估中啊石哥，咁都估得中，是啊，我实冇啊，估唔中啊，我谂住都是139蚊到嘅啫，俾多五毫，居然有139，结果喺度最尽，几乎14倍，唔系咯。啊，真咁都估唔中，你死唔死？不过尾场就冯耀晶嘅，啊，居咗荷兰道夫个孖宝啊，嗰只雷神都涌住咁上嚟噶啦。输好少啫，雷神。雷神都未过到只摩登创意，即系摩登创意真系好鬼。二三名就近啲啦，咁就好低 fit 嘅只马吓。五号马东方盈辉就明赢嘅，都话睇马系一对系好 fit 嘅马，咁啊一 Q 翻嚟。呢样三重彩都中啊嘛，要话你正50蚊添，正50蚊先攞10万咁啊。好啦，咁啊，准备影头马相啦吓。我头先见到就骑师入咗喺福榜。咁啊，今日七场嘅澳门赛事咧，就睇埋个正式派赛之后就举行完毕嘅。咁啊，仲有一场喎，马拉第14场啊赛事啊，4分跑1200啊，继续都系短直路。咁啊，睇翻今日澳门赛事嚟讲咧，就马素利马房啊成绩最好啦，赢3场嘅。咁另外庄建设马房就起马啦，冯耀晶马房同埋咧就荷兰道夫马房就各赢1场，重兵啊！呢个马素尼重兵系啦。咁啊，讲起个重字啊，今日嘅重头戏啦，粤港澳退休警察杯咧就由荷兰道夫嘅马匹胜出嘅。啊，692都系开唔到，盲咗噶嘛，692。
六号蚊噶啦，头先都讲咗。六号其实系长途马嚟嘅，就咁睇个血统咧，虽然佢赢千二，佢有跑长跑短嘅，样样都有跑咁，但系都话你挨到四岁先至开斋呢啲马就真系。兼且佢本身跑好多噶啦，入跑22场。好啦，鹰头马上。好啦，好啦，睇下第七场正式派彩啊！跑第一名五号马嘅东方盈辉，独赢派35.5，位置派15.2。跑第二名十号码嘅摩登创意啊，位置系派23蚊。跑第三名11号码嘅雷神啊，位置系派26.5嘅。连赢位五搭十系派139.5。三同彩五号、十号、十一号系派2003蚊嘅。跑第四名七号码嘅兴旺，位置叫派彩五搭十系派58.5，五搭十一系派83蚊，十搭十一系派58蚊嘅。孖宝派彩正奖三搭五系派91蚊，三搭十系派22蚊，三搭十嗰块系安慰奖嚟嘅。好啦，镜头。